砖瓦，每个房间都还有小露台，墙上大大的度假饭店，却已经没有人来度假。缴费通知一个饭店里一片狼藉，东西乱丢，甚至已经毁损。门口贴着暂停供电公告，信件没人收，还有欠债等字样，肯定鸟巢温泉会馆已经歇业，更遭到法拍。你现在这都一定是卖起来了，经营卖起来了，要卖起来了。你路臭无，搁迄个停车场也无。去年都拢无得营业啊，生意嘛无好啦，可能贷款嘛无清，种种各种各种原因。附近住户透露，已经有段时间没营业了，而饭店经营者就是有裤子大王称号的杨振成，跨足旅馆业。两年前南下垦丁开第三家分店，但这饭店不是自己的，而是向许姓屋主承租，签约20年，从2015年到2035年，现在却黯然退出垦丁市场。那个债权的问题，然后垦丁也是供需的问题啦。现在人家也不想去垦丁了啊，要到处把两三千万的哦，多谈呐，哎，不要小看。谈起垦丁馆，董事长杨振成很无奈，表示高雄两家饭店都经营正常，垦丁生意却一落千丈，经营不善，加上屋主的产权问题，让裤子大王赶紧抽手。三立新闻朱俊杰，屏东报道。